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们退后一点，有人进来吗？现在这个不三不四的时间，不四不五的时间。今天很幸运的，我在公司呢就捉到这一位来。没有抓，你这样大字你抓不到我了。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千玲，我身边的就是阿玲。Hello， 然后我就因为他本身有一个很好的见证，所以我要来访问他一下，大家有没有人想听啊？给多多的 like 哎！我看到有人进来了 ，Hi Glenn， 我想问他，其实阿玲你是怎样去接触到 Be International 的？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接触到 Aurora Bands， 因为我姐姐的脚。就是被医生证实是脚筋收缩，然后在 FB 就看到有很多关于这条裤子的一些见证，就说试试看买来穿，然后刚好我的上线 Harrison 就找到我的姑姑，然后我姑姑就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就买了两条Aurora Pants 给我的姐姐，一条给她一条给我。Okay. 然后他本来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，然后上厕所蹲也不行，坐也不行，就是坐下来就不能够站起来，然后医生就是说要开刀。哇，这样严重、对，要开刀，然后就是穿了裤子之后两天之后，他在不知不觉中他能够蹲下来扒草洗车，然后才感觉到这条裤子的 amazing。哇，就是因为你的姐姐先去接触，然后就是看到这样好的效果啦。对。然后你本身是cancer survivor 嘛，对不对？ 对, 对。然后你是接触哪样产品有帮到你的没？因为我听说你现在是完全没有吃药了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我是开始是先接触那个Shiruto， 然后再接触 Zengozo。然后 B feel， 然后接下来公司的产品都吃完了。哎，很好哎。对。因为之前的时候，因为阿玲她是很排斥，是完全是听医生的话，然后不吃传销的产品的。周末你会去给自己一个尝试的机会呢？哦，我其实哈、我是发觉到，那个 Falling 我的上线 Harrison 就吃了很多猫面之后，他还是放下那个 Falling 给我。然后当我做完我的烘焙的时候，我就看一下那个法令，然后我发觉到里面有一个成分是 IPPA1。OK。然后因为我本身是癌症，我先生也是癌症嘛，然后就对一些比较advanced 的那些技术会比较留意，所以当我看到 IPPA1 这个成分的时候，其实是我是很兴奋的。但是我在 Harrison 面前就帮着装着是放着就好了，放着就不好了。其实内心是澎湃的，因为我知道 IPPA1 在外国已经是代替了那个chemotherapy 的治疗。喂，很好。对，然后我就拿去给我的医生看，医生就说你为什么又拿这种东西来直销的东西？我们做医生的是不批准的。对对对，通常不赞成。然后我就说没关系的，它里面有一个成分 IPPA1 呢，然后你就看一下咯，如果你说可以吃我就吃，如果你说不能够吃我就算了咯。那时候有launching promotion 嘛。对对对。对，就是买16送5。对对，然后就对就买了嘛。然后我儿子呢，从小到大都是有敏感症。有敏感，对花粉敏感，对海鲜敏感，对灰尘敏感。然后就是短短的15天，15包15天。我听说是完全是没有，对，完全没有复发。哎，对对对，海鲜那些全部都可以吃，原本是不能动海鲜，然后也对花粉对灰尘那些都敏感的，是吧？对对。然后就是回来之后，去泰国回来之后，他这些症状他都没有发生，然后就开始对这个公司的对 Be International 的产品就有开始会有一点点一点点啊一点点是信心，
然后直到我的医生在新年之后，他再打电话来就说，你可以去尝试这个许乐多。哇，医生给我 green light 嘞，我还不啦啦啦，对呀，我就啦啦啦。然后就是一直到五月，好，然后其中我有吃 Zangozo B Fuel 之类的产品啦，然后一直到五月，医生就告诉我，我把这个 cost 的抗癌药吃完，我就不用再吃了。所以到现在，六月开始到现在，六月中开始到现在，我都没有吃抗癌药。哇，太好了，对，太棒了，我们的 BE 的产品真的是太棒了，然后真的是帮助到很多很多人。因为好像 BeFuel 啊，对我妈妈的见证啊，许乐多啊， Zangozo 啊之类的，本身很多太多见证了。对，然后就是看到家里身边的人好，最亲的人的健康慢慢好转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哎，这个产品真的是可以，对，很好很好，可以分享给身边更多人知道，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。所以就是因为将你接触产品，对产品有信心，然后你也是开始了这一门事业，是不是？对，对，你的很大爆炸哎、欸！还好啦，还好啦。很谦虚哦。还好啦。可是。是你自己的，你是很有信心，因为对产品人有信心，所以你也对，就是心存一个好心，想要帮更多人，所以你开始这个事业上。对，本来就是说，就是抱着去，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侥幸者嘛，然后就是抱着去传递健康意识的信息给身边的人，当然我们也希望身边的亲朋戚友都是健康的，对，因为现在很多病症都是很普遍，而且越来越年轻化，然后就是抱着这一个信念，就是去传达健康的消息，然后就是不知不觉中就是这样成型，就是这样爆炸，就是这样子了。就是抱着一个很想帮人的心，很想自己健康，然后帮助别人健康，然后就开始了这一份事业。对，我想问一下啊，阿玲，这样子到最后我们要结束之前，你有什么话对我们的 live 的观众人讲呢？那些还没试产品的OK 可以试产品，那些想要做生意的，想要赚一些四位数的part time income 的，可以来接触 BE International。 OK， 这间公司的文化深深让我感动。讲让你感动，可以分享一些吗？就是说大家都没有说你赚很多钱我就很骄傲，我赚很少钱你就看不起我，这种情况都是一家人的文化，然后都是螃蟹啊，就是别的组织的啊，都是很真心的去分享。是，哦，对，讲后来爱上了，我简直是爱上了。是，对，然后就是这边的文化 culture 真的是很好啦，是，很感动。我们这样子说，然后可能观众你们都不是很清楚，不过你们来接触我们多一点的话，啊，大家就会知道了。对呀，啊，对呀，啊。好啦，所以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然后我们拜拜。